哇，一个四外保送，两支安打的串联，现在形成了满垒。这个半局中小国小马上就有得分的机会，能不能够一举把那个蛋给破掉？天地的外球，场上打击的是第四棒哦。上一场有全垒打，两分全垒打记录的江进尧背号十号。江进尧呢是国小五年级，中小国小的先发有几手打击出去，哇，这个是两分起跳了，因为应该是杜贝斯跑不掉啊，没有没有杜贝斯哦，对，垒上的跑者还可以跑哦，跑回了两分，二垒跑者、三垒跑者都回到本垒拿到分数，进来了两分，一垒跑者来到了三垒，打者上到了二垒，所以这是一个二垒安打，带有两分打点的二垒安打，是由第四棒十号的江进尧所击出。